你们心心念念的蚯蚓刺身，他来了。地龙也就是蚯蚓，有一股肉腥味，好吃。好吃，这玩意能好吃？我信你个鬼！你想骗我吃了，然后打标枪对吧？好，我满足你。我倒要看看我今天吃了打标枪能打几米远。我们打开看一下。一股很大的腥臭味夹杂着尿骚味，还有一点稀泥巴的那种气味，我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去，他居然给我发的是一整条的，你们见过这么大一条的吗？我是第一次见，估计你们都没见过吧，我们农村都没有这么大一条的。他这个里面黑黑的是什么？感觉都没去绿肉直接晒干的，这吃完不会打包子吧？这玩意怎么吃啊？这吃完不会像牛吧？最近有很多人提醒我说，现在你的三只酒还不喝就要过期了。说实话，不是现在不喝，是喝了真的会屏蔽限流。估计这个视频有可能会屏蔽限流，能刷到这个视频的能不能点个双击支持一下？现在我们来尝一下，我们尝一下这个大的，这么长，这个头我就不吃了吧。真的好吃，一股很大的苦味，腥味很重，一股很大的泥巴味。根本咽不下去，一到红了这里就往外顶，马上就有那种反胃的感觉。好恶心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看来我要来点我的秘密调料云南的丹山蘸水，有了这个我就不信我吃不下去。我们来尝一下。真的好吃，又腥又脆又苦，还有一点泥巴味。这样这样比刚刚好吃多了，它有辣味了，有苦味。